Today's Planet Needs Earth, Our Loving Home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Holacese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Indones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Thai and Spanish。环保的观众您好，欢迎收看地球我们可爱的家。我们台湾过去五十年，这个大雨，豪大雨，它的几率增加，已经增加了有差不多70%-80%，那干旱的危险性也在增加。全世界来说，这个也是一个大家面对的问题。其实不只是我们台湾，全世界也都受到这种洪水跟这个干旱的威胁啊。所以这些威胁呢，已经到来了，已经影响到我们，并且以后会越来越厉害。更不要说，就是说，全球这个热浪哈会越来越频繁，然后海平面的上升哈，对一些海洋的岛国哈，现在已经是他们无家可归了。那并且这个海平面上升哈越来越快，并且甚至都可能上升远超过我们模式估计的程度。今天的节目请到福尔摩沙台湾几位著名的专家探讨气候变迁的影响，并且就如何解决问题提出他们的建议。我们将听取福尔摩沙台湾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汪中和博士和环境变迁研究中心主任刘少成博士提出他们的看法，其他的受访者还有福尔摩沙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地政系徐世荣教授和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先生。以澳洲来说好了，澳洲在今年的时候它的北部好大雨，然后淹水的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33个台湾。但是同一个时间它的南部却是干旱，然后有森林野火，一下子就烧毁了几万公顷的这个林地。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土地上面，它可以有非常两极化的发展。那巴西也是一样，今年年初南干北湿，那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发生类似的情况。那美国也现在德州还是一样非常的干旱，那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困境。因为整个地球的系统是一体的，所以大气的这个极端的运行，它影响的不是一个小块，它是影响整个地球的表面，所以每个国家都会受到冲击，每个国家都会影响。目前许多团体正在以行动因应这些乱象。简佑新曾经担任福尔摩沙台湾的环保署署长，他目前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个非政府组织目标在教导大众了解气候变迁，并倡导永续能源计划。所以我们的基金会主要目的就是希望给政府建言呐、啊，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些基金会的同仁，包括这些大家很热心也参加政府的这个国家能源会议等等，我个人也参加，政府做一个命令它比民众，几千几万人都还快得很多了，因为它是整个的转向。由美国声誉卓著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出版的《世界瞭望杂志》在2009年的11月即12月号中刊登一份划时代的研究，题目是《畜牧业和气候变迁》。作者的结论指出，全球排放的温室气体有半数以上都和畜牧业有关，而遏止气候变迁最好的办法
就是人类立即以植物性产品来取代动物性产品。福尔摩沙台湾有许多环保团体正在推广素食，以解决地球暖化的问题。最近环保人士在全台发起周一无肉日活动，获得民众热烈的支持。我们的受访者强调饮食的选择对于遏制全球暖化有莫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少吃肉多吃素菜哈、啊、是不只对我们的健康好，并且对这个节能减碳哈、啊、也能共享良多。我想在这方面应当是我们最应当优先，哎，而且并且政府哈、啊、也应当在这方面特别来倡导这方面的节能减碳。畜牧业它带来的这个改变其实比二氧化碳的抑制更有效，因为二氧化碳在大气里面它的生命周期很长，可以从50年到200年。今天我们就算全部地球的人通通停止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大概要50到200年以后还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有很显著的这个产生。可是这个甲烷它就不一样，甲烷它的生命周期只有15年，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减少它的排放，一代我们就看到它的结果就出现了，所以它的效果很快很直接。稍后回来，这几位专家将针对如何停止气候变迁继续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洞见。敬请锁定无上士电视台。